那时妇女们立刻离开墓地，十分害怕却非常喜乐，跑去把这消息告诉他的门徒们。忽然耶稣迎面走来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前去抱住他的脚，朝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去吧，告诉我的兄弟们，叫他们到加利勒亚去，在那里他们会看见我。他们离去后，几个卫兵赶回城里，把所发生的一切事向司祭长报告了。司祭长召集了犹太长老们来商议，决定给那些卫兵许多钱，并嘱咐他们说：你们要这样说，他的门徒晚上来到，趁我们睡着时把他偷走了。如果总督听说此事，我们会说服他，保证你们没事。卫兵拿了钱，就照他们所吩咐的做了。这个说法在犹太人当中广为流传，直到今天。